位于西藏日喀则市的谢通门县，有一个富有灵气的温泉村，村子里常年流淌着清澈的温泉水。据说温泉水还对很多伤病还有着神奇的疗效。当地建有石室班禅浴池，只有班禅才能在此沐浴。在离浴池不足十米远的地方，就是一个不到50平米的制作藏刀的作坊。作坊的主人是一个沉静安静的小伙子，名叫丹巴。藏刀在藏族人心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的人甚至把它看作是身体的一部分。千百年来，藏刀作为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工具，已经融入藏民的血脉之中，成为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装饰物。他是通门藏刀第五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门家传的手艺已经传承了400多年。他正在制作一把银质藏刀，作为信物送给刚迁徙到新家的好友江参。
丹巴的好友江参，出自皮具世家，他是乃康皮具第五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江参所在的乃康家族曾经为班禅大师做过定制马鞍、马鞭等皮具，在当地享有威望。江参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皮靴工匠，和皮具打了一辈子交道，家里的箱子等家具都是他用精良的牛皮一手打造而成。藏靴的制作难度，与其说是对工匠技艺的考量，不如说是对工匠勇气和耐心的检验，一针一线都了然于心。尤其是两张缝得滴水不漏的鞋底，注入其中的是工匠对时间、对人世的虔诚心意。每一双藏靴是一件和西藏人生活切实相关的艺术品，它沉淀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彰显着难得可贵的工匠精神。这是什么东西呀？你都是？呀，怎么的？平顶人上了。这一天，丹巴和朋友骑着马来到江参刚迁徙的新家里。藏族人对待重要的朋友，往往会赠送自己最喜欢的藏刀，以表达对朋友的真情厚意。他们推杯换盏，相互寒暄，欢乐的歌声中祝福着彼此情谊深长，生活安康。这些的嘞，离天堂最近的青藏高原，信仰与生活之间融为一体，达成了一种令人惊叹的默契。衣食住行，处处都流淌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神灵的膜拜。
智慧的藏族人民用独特的方式，从大自然中获取生活的来源，获取的方式千变万化，但都用手工的方式，延续着生命中虔诚而自在的修行。青稞被誉为雪域高原上的绿色珍珠，是被藏族人物化的精神图腾。从3500多年前第一颗青稞种子在这里发芽，到如今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青稞种植区，西藏人的青稞园可谓是一结千年。我叫扎西顿珠，来自白浪县嘎东镇贵热村。这一年，扎西考入了北京交通大学，成为了村里受人瞩目的大学生。按照当地的传统，家里面有人出远门，需要带一带有青稞做成的糌粑。扎西的家人们正在为即将远行上大学的扎西准备糌粑，希望他在遥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家乡的味道，同样也将对扎西未来的寄托与希望赋予了这满满一袋糌粑。脱好壳的青稞在经过洗晒之后褪去了泥沙，吸收了太阳的光照，颗粒更加饱满。我们家呢有这个爸爸妈妈加上6个孩子是8口人，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二。经过了水的洗礼，阳光的抚慰，晒好的青稞在成为糌粑以前还要经过火的炙烤，在土制的炒炉中，通过传统的方式用燃烧经济的热量烘烤着来回翻滚的青稞。黑色的沙子帮青稞褪去外壳，整个炒房中弥漫着高原独有的浓香。炒好的青稞要在石磨上碾磨成粉，手工碾磨的青稞粉散发着高原独有的浓香。
到这个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想着我只要留到北京就好，我考什么专业考什么学校我不觉得我不重要。新年的第二天就要返回大城市，慈祥的母亲用大拇指蘸一点青稞粉抹在扎西的肩头。看你配置要改回去说不得但是是母亲用这种特殊的送别方式祝愿扎西一路顺风，希望他即便身在异乡也不要忘记家乡青稞的味道。在大学期间的话，我就是想留在北京找一份工作。当时我也是向往这种大城市生活，节奏也快，然后就是感觉这个特别有这个满足感。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家里希望回来，因为我们毕竟在外面生活多了，父母还是想自己孩子回来那个工作。即便向往着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但扎西是属于西藏的，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力量召唤着他回归故乡。这种力量来源于流淌在血脉中的乡土情结和文化信仰。西藏浓郁的民族文化已经成为扎西身体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的吸引力源自传统和手工的延续。爸爸跟我说嘛，就是这个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我从小就是比较敬重爸爸，在我们附近的全部老百姓看到我爸爸就像特别尊敬。这是扎西回来的第一个藏历新年，家人们身着盛装操办仪式也显得比往年更加隆重。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煨桑祭神。从洁白的青稞面到饱满的青稞粒，又从浓郁的青稞酒到青稞松柏燃起的袅袅桑烟，人们用青稞在世间的轮回召唤着神灵降临凡间，保佑家人和朋友今生幸福，来世再生。扎西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举起酒杯相互祝福，他们喝的正是纯美甜香的青稞酒。青稞与藏族人血脉里的基因似乎是天然吻合的，扎西的小侄子还不到一岁，沾到青稞酒就像妈妈的乳汁一样，喝得津津有味。扎西回到家乡，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在青稞粉的制作过程中，他为了保证一定的生产规模，同时又能保留手工碾磨青稞的味道，他巧妙地运用了大自然的动力水能，从冰山上倾泻而下的河水哺育了青稞的成长和丰收，进而又冲转着水磨。流水的动力和人的动力节奏极为相似，将一颗颗青稞碾磨成粉。扎西的青稞产品保留了手工的醇香滋味，又吸收了现代饮食文化的精髓，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正发酵出崭新的青稞文化。
这既是传承，也是希望。我希望就是我自己未来能成为一个像爸爸一样，在这边受村民尊敬，然后也有自己的一个事业跟成就。我希望我们的产品赞巴，和这个青稞类的产品能够出现在内地，在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餐桌上。民以食为天，大自然赋予了西藏人美丽的青稞，他们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将一颗虔诚之心注入其中。而在穿戴方面也同样如此，为了感恩自然，他们一直坚持着传统的工艺，表达着内心清澈而专一的信仰。在一个规模不大的藏毯作坊里，阳光温暖祥和，一群藏族妇女正盘坐在地上，娴熟地摇着纺车，洁白的羊毛经过他们的手，自然而然地抽捻出细细长长的毛线。此羊来自拉孜县西钦乡，它是拉孜县羊毛编制第五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一天是次央妈妈的生日，次央特地送了妈妈一件礼物，普鲁。普鲁是藏族最为典型的羊毛织品，通常在仪式上作为礼物赠人。妈妈用编织养育自己长大，现在女儿用普鲁来回报妈妈的爱。他们跳着一种叫做堆鞋的圈舞，这种舞蹈人们也称它为拉兹提塔舞，是一种生活化的宗教仪式，以此表达藏民对生活的无限热情和对神灵的无限感恩。相传普鲁机制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藏族妇女服饰中的围裙藏语称为邦点，也是由藏毛线编织而成，是藏族妇女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次央的妈妈编织了一辈子藏毯，掌握着独特的藏毯编织技艺，小时候总是看到妈妈在昏暗的烛光下编织藏毯，总是跟随妈妈到山上采集天然的植物矿物染料，这样的印象让次央对藏毯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不折不扣地传承着藏毯的手工技艺，为了继承家族产业，次央大学毕业后也开始做起了藏毯生意。
在3000多年的生产实践中，藏毯形成了独特的生产工艺。古老的木质纺织机上，梭子来回穿梭，藏族女人用手中的经纬线赋予了这些纤维以生命，用各种几何图案、植物图案、动物图案，表达着藏族文化的审美与庄严。藏族人有着自己的膜拜对象，而这种膜拜对象必然被投射到最易于直接把握的感官符号当中。藏毯上古朴的色彩、典雅的图案，浸透着人们亲近自然、返璞归真的朴实愿望。与现代都市橱窗内陈设的奢侈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大自然本身有着五彩斑斓的颜色，而在环境单一的青藏高原，则要依靠藏族人的智慧，用各种物质的方式将五颜六色呈现出来，其中就包括色彩鲜艳的藏毯。藏毯的染料都是大自然无私的馈赠，有些是纯天然的那种药材，有些是那个矿物质。我们那个叫藏的语来说那个错落，错落染出了这些颜色，是纯天然的。这是我们矿物质染出来的。这些就是我们藏的语来说那个错落，错落染出了这些颜色。地毯呀，还有那种毛巾、披肩，也都没有对身体没有害处。高原的天气变化多端，在一个大雨飘过的午后，晴空万里，阳光普照，这样的日子最适合给毛线染色。次央和他的朋友拿着工具来到河边，将不同颜色的天然植物和矿物按照比例放入水中，随着水的加热和沸腾，染料充分溶解，等待着羊毛的浸染。远处的天空在阳光的照射下架起一道美丽的彩虹。洁白的毛线变成了五彩斑斓的颜色，看上去舒适自然，宛如天上的彩虹降临人间。大自然的奇特景观与女人们的劳动场景交相辉映，成为高原上最动人、最和谐的画面。